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文评论道》。今天将与您一同欣赏第23届三星杯世界围棋公开赛八强战中柯洁九段对阵申真谞九段的一盘棋局。解说嘉宾是我们中国围棋第一位同时囊括天元、名人两大头衔的著名国手刘晓光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介绍这盘棋是中韩的一盘对局。申真谞，韩国现在排名第几？你知道吗？第二。第二。非常厉害。厉害。啊。对我们的柯洁。对，那是我们中国的第一嘛。对。所以这个中韩的顶尖对阵啊，我们来看看啊，这盘棋。这盘棋是柯洁的黑棋。柯洁。我们来看这盘棋。对。对。是的。常见的这样啊。这是柯洁黑棋。然后挂角。对，挂角。对，黑棋飞。对，这是这个飞是常见的，最近流行的都是要走在这里的。这是AI 告诉我们的。对，然后再逼走这个。对，这个都是有谱的，是他们都是通过这个 AI 的软件给自己这个研究的布局。是这个我查了，跟 AI 下的一样的。都是一样的。对，也证明了两位棋手都比较用功，都是现在拿这个辅助，辅助电脑辅助来训练的。对，这个，你也不能说现在定式一定好坏，但是呢，他给的提示就都是这么走的。以前那个挂角各种定式啊，现在用的很少。是。现在就是现在目前大家看到的很多定式啊，都是有，就是通过都电脑上都是有说头的，都是他给我们呢。电脑提示我们都是那么走的。很多东西我们还不是特别理解。对，没有完全理解。但是呢，大家都要现在模仿，要这么下。是，因为确实现在 AI 的水平也是可以带给棋手很多思考。对，毫无疑问。包括这下一手也是。对，这也是对一个经典的。对 AI 定式了。AI 定式。对，现在棋手们都是在家这个拿这个 AI 来做研究。你就是。谭笑在家也是用那个 AI 的版本，是吧？我在国家队用那个腾讯，决议的那个版本看。是，你在家也是用那个电脑？现在因为决议应该是咱们国家队的这个训练的一个辅助，所以一般是在国家队的时候，就棋手们都会用决议，因为决议的水平应该是在现在公开的这个 AI 当中是比较厉害的。对。但是自己家里呢，现在据我所知，棋手们一般是用这个利拉或者是 Facebook 的那个权重。哦。对，所以就是在水平上可能略逊于决议一筹。但是那都对于我们来说，对，就可以忽略不计，忽略不计，反正是一种参考。人现在都达不到那个程度了，但是呢，他们之间可能还有距离，但是呢，这个和我们用谁的软件都还差不了太多了，是吧？就像我们的用这个各种牌子啊，都差不了太多，是，他们可能有点去，现在是靠一个，如果搬这个，那么白棋是要立的，是吧？对，这样是搬这个，对吧？搬了虎，啊，这样虎，对。这个是白棋想走成这样，那么这样的话，它是这个了吧？这样应该说白棋这么定型了，它比较高兴成功，是吧？是，他希望走成这样。那么实战呢？实战那个柯洁来就给他变换了一下，对，往里长，往里长，那有点像那个尖冲33，对，那等于这两个交换，是吧？应该说好坏优劣比较复杂，难说。你说哪个一定好？这只是他换一换。他说你这个研究 AI 太多了，我给你换换，考考你。看看你会不会这个。对，其实好坏下一次可能他就不用这个了。别人一研究完他就不用了。对，好，那么现在白棋走什么？白棋走这个。这个是，这现在都往这个形状走。对，一个好点。好点，对。然后黑棋挂角，对他这个呢，就是说，你碰到我有招，你走这个呢，我藏在这个位置好，我形状不错，你比这个好，是吧？他是这个意思。那么挂角，好，对，然后下一手也是非常典型的，就是深受 AI 影响的，是走在这儿，对，好，这个大家铺开了。现在呢，你要给分呢，现在是都说白棋不错哈，但是往后要关键是后面，对，双飞燕。对，因为现在 AI 好像一开始都会给白棋的胜率稍微高一些，对，所以在不结阶段，白棋的胜率高，其实应该也是一个两分的一个状态。两个人，对，这个下法呢，这最近特别流行的，大家都是这么下的，是吧？就现在挂角好像都不见得会，大
大部分都不硬了，不像咱们原来。让你双飞燕，双飞燕就变成这个。对。然后下一步是小尖。小尖。这个。但是这个形状，小尖瞄着什么冲断，或者是也是个好形状啊。对。下面就是黑白棋的话，尖冲，这个也是教条，也是他们的按他们的指示下的。但是这个棋普通啊，以前我们的普通是这一类。对，这是最简单的。这看上去也是一个好点。对呀、啊，这个是比较最简单的一个这个嘛。我们过去都是说这个要或者这个或者这个，是吧？这是最简单的一个下法。是白黑棋可能大概要贴出来。贴我就跳一个普通吧。是吧？这个下有什么不好吗？我觉得白棋没什么不好，我觉得要我选择也有可能这么想。是，但白棋这边先安定了嘛，然后黑棋反而不火。对啊，这个就是说这个是个普通的一个下法，这可以这么下，我认为是可以的白棋，你拆二总是可以，这下比较普通。这个呢，当然是想追求更高效率吗？可能是啊，他是走这个。对，比较华丽的招法。但是其实我们可能觉得这种朴素一点的效果也不错。对，我喜欢那个朴素的。那么就加工跳一个比较形状比较。对，然后他来了个组合拳，转上去。比较正那个形的。这现在这个呢，就是变成了一个什么呢？来一个华丽转，就弃子也是。他要这样，关键要这个夹住。这个呢，就是说，为了追求这个，追求效率，这个好。这个呢，你往外突，你突不进去。你如果这个呢，它被它一包，是一样的，还是会被滚包。滚包，他再把那个拽出来。这他去，他想走这个呢。然后他是走的这个，把这个吃掉。对。这样。这也是一种定式，他这么吃呢，刚才滚包完了，他这个冲不断了，他这个还行。现在他的能够冲断，是吧？现在白棋通过这个滚打包收之后呢，他来。他能这个打这个，这个是他的目的强手，对，是吧？强手，这黑棋必须长，当然是要强，然后虎一个，这个呢也是有谱的，最近的谱都是这么下的，这一系列的变化啊，对，所以这盘棋还是下的比较新潮的，然后黑棋这个时候只能忍耐立一个，对，然后白棋长，长一个，对，好，这么定型成这样，然后白棋小尖。小尖一个是不是一定要走？小尖呢，就是说要攻这个黑棋。那其实可能到黑棋爬的话，这一带算是定型到一个差不多的情况。对。那刘老师觉得，就是他这个深圳旭实战这样的一个组合拳效果怎么样？这个是有谱的，他一个他是有谱可查的，就是有谱可查呢，是定式呢，就说明他也不差。最起码是中规中矩的。有定式可查呢，说明他有研究啊。就是有人这么下，说明呢这个棋是这么下不错的。但是你再往后下，比如说白棋再压一个的话，可能啊，对于那个那面呢，可能全局来说可能会更加有利。因为什么呢？你压我就这样再压过来。对。是吧？那哪怕飞或者跳都行。那一块你看看，很宏伟。因为现在啊，你冲断我啊，没啥了不起。对，冲断，冲断我，我就再煎一个。是。吃我这个，你不好吃。对。这样呢，你下面还有挡，所以这样呢，我觉得先把这个大势全局的大势给拿住。这样是可能会比较好。对，应该说白棋要往继续压一个的话，全局可能，就更加的就符合你前面的这种铺垫，符合全局的形式。更连贯一些。对对对，现在去用还没冲断你就走这个了，就效率上稍微差一点。对，他走的什么呢？黑棋搬。搬起来。对，本来呢你要没这个，这样你搬的我就搬一个也无所谓。这边很完整，完整就行了。现在呢不一样了，对，我们现在走这个了，是吧？白棋捞了这儿的目数，对，但是这个地方很明显就是有点破绽，对，它实战是贴在这儿，贴在这儿，对，那么就让黑棋断掉，断掉，对，好，白棋抱死，把这吃，现在是把两个吃掉了，但是呢效率啊，这时候吃的两个啊就不如刚才呢压过来，这多了一个，让它这个地方多了。效率没那么好，没那个感觉那么好，是，但是棋局还早啊，
棋局还早。对，嗯，下面黑棋打入，哎，打入是方向，打入那个地方，嗯，那个地方那么空旷，哎，总会打，随便放一个都是很大的棋，是吧？嗯，哎，那个，其实刘老师，您看，就这短短的五手棋，跟您刚刚摆那个图，我觉得从白棋的角度来说。来讲有一种天差地别的感觉，就沧海变桑田。我自己这么大一块潜力，怎么突然觉得也不是那么厚的感觉？可能没那么夸张，但是呢，嗯，总觉得方向上就没那个舒服啊。嗯，是，哎，但是也许他对这个他有把握，他喜欢这么下。对，这但是他深深去这么一下呢，就是说柯洁，嗯，他往那面走呢，他。大势他掌控了，他在那面，嗯，很重要那个是，哎，白棋实验出头，飞一个对，嗯，那么黑棋拆二，这个形状我觉得在你的这个你的效率就差一点了，嗯，对，是吧？是，我在里面拆二，也符合点三三的初衷了。点三三就是说点完之后我再攻你这个，对，这是他就是最近的，嗯，AI 的那个时候 AlphaGo 都是这个意思，对，哎，嗯，能攻着你。是，那么我们看实战啊，嗯，实战这个时候其实现在啊，白棋这个变薄了，嗯，对，薄的时候就要自保，比如说搬一个，嗯，哎，你挡一个我就虎一个，这种是自保，啊，嗯，哎，这一般的常规手段是先来一个这个，对，黑棋可能因为这个棋形跟眼位有很大关系，哎，对对对对，一般会吃，对，嗯，那这样白棋再在本，哎，你再想办法，你有多种选择，你或者是。往中央走啊，或者靠啊，嗯，这个怎么？这是你再说别的，这是常规动作，先搬虎。啊，嗯，只要是自己薄了，就要先搬虎。哎，嗯，这学到了。嗯，就是这样的一个棋形，是一个常见的定型手段。搬虎了之后啊，先看一下以后，你看我再不行，我还有打劫，还有碰啊，嗯，什么再说。对，很有弹性。先做两个眼。嗯，自己厚的时候不用考虑啊。哎，是铁厚的时候别这种别走。嗯，哎，自己都是你的空，你还走这个干嘛？对，别人一有子，赶快做这个做眼。嗯，对，现在他没走这个，他走什么了？他实际上是正的一个，正了一个。对，那么一般正他跳一个，这个黑的形状也不错啊。对，白棋压，压一个。他觉得这个棋你不压的话，这嘟嘟嘟冲出来了啊，这个压也是个好形状。嗯，下一步我还能挡住，是吧？对，那黑棋跳出也是好点，非常好点。嗯，舒服。是，这是一个，交换也是必然的。对，现在那个定型啊，基本上都没啥说的，嗯，基本上都是按常规的定型。对，下面白棋搬，这时候搬，嗯，这个时候搬，他还是想这样吗？嗯，应该是这个思维。那这俩别交换好了，啊，是是吧？嗯，交换干嘛？直接走不就完了吗？嗯，以后我的下法不一样，下法我有可能走这个了，对，是吧？嗯，那交换这两个，那有可能有变化了，是吧？对，有变数，对。嗯，实战我们的柯洁决断就是觉得这边是联络的嘛，他就选择他看中这一边，他走这个了，啊，好，现在变成这样了。对，所以这也是刘老师刚刚跟大家推荐，就是在这个交换之前先做准备工作，哎，对，这样黑棋就不容易转身。对，常规的是那么来的啊。那实战这样，这样，黑棋定型完以后，然后呢，这个棋黑棋跳一个，他是担心什么呢？他担心你挡一个，觉得很大。嗯，哎，因为你挡一个，你冲断呢没有了。嗯，哎，你这个是没有了，对吧？这是肯定不行了，嗯，是吧？对。哎，但是这挡一个也很大。嗯。哎，挡一个本身目数大，但是黑棋跳一个呢，他觉得也是防着这里面多一个拖过。嗯。也是相应的是照顾一下这面。是。是吧？这个本身也很大，把你的根去了，你这个本身也大棋，是吧？嗯。嗯。这个应该就是我们当时看，就是 AI 都是选择这个棋是先走的这个，对，就是 AI 都是推荐这个，但实战他是觉得，对对对对，就暂时这块他还是比较有自信，他先靠了一个，对，然后定型完以后，白棋把这个子打出来，哎，对，这么想，这样，这个定型也是，哎，有意思啊，这个棋打了粘上，嗯，那么白棋这个当然要出头，这个要走，对。然后这几个兄弟得就要联络，这是一个基本型，这个没办法，好像，嗯，对，黑棋只能这么下，是，只能这么下，这么下，嗯，他就是说这个度过了，嗯，这里有吃，这里有吃，他就算能安全，但是白棋呢也这么定型，他把你两个拽了，这个基本上大家相应的差不多一个定型啊，啊，白棋实战是自补了一个，自补了一个，他把这两个给吃后，吃后，他也别搬了，他吃后比较好，对，把两个给开掉。开掉呢，这个都安全了。嗯，那这样很明显，黑棋这几个字就有点薄。
它实际上是间接的补。哎，这个时候薄了之后，它跳一个呢，间接的声援一下这个。嗯嗯，对。现在呢，就是说黑棋捞的实控啊，这个回合的比较多。嗯，你在这个地方白棋这儿也走了，这儿也走了，你这个外面呢，走了一圈，那效率来说，其实没有黑棋实惠。嗯，黑棋的空多了。对，眼见的我们好像看不到白棋特别大的目数。对，它就是中间厚，中间厚。如果中间厚啊，让它都活得很干净，围控啊，是不合算的。嗯，厚是不能用来围控。不能围控，对。哎，这个时候，如果现在想捞控的话，比如说像这一类的，就是赶快走走控，哎，抢抢木，我觉得很大。是。抢木很大。嗯，那现在这个形势，刘老师觉得怎么样？就是。目前来说，哎呦，这个棋应该接近，还接近，接近。你说非要让我选择的话，如果您来喜欢哪个？喜欢哪个哈？也许黑棋稍稍多一点点，但是还是我觉得很接近。现在白棋如果走这个的话，我觉得是很难说，很难说，这个棋不好掌控。这个关键的中间的后势啊，怎么能够发挥作用？对，是吧？这一类就脱了断了之类的，在这里再先走，捞空吧，赶快捞空，后了之后赶快捞空吧，是战是长？长这个，然后飞，这个是不是啊？这个地方铺痕，有一个铺痕的，这个铺是很要紧的。铺完你搬了难受，对，搬了就活得很委屈，很委屈。对，这个棋要吃一个很大，吃个很大。对，但是这样的话，白棋这边也没有完全安定，还要贴。贴一个，他怕你压过来之后你忙着活太累了。对，那黑棋尖在这儿。那这几个交换，我怎么觉得这个挺大的？还是脚上更实惠。脚上这个太大，我怎么当时很想脱了断？现在在这儿白棋走了一圈啊，不被他一顶啊。这几个交换，我总觉得黑棋还是不亏，反正黑棋，因为你这个棋下一步这一打太大了。对，是吧？现在是后了之后，加快速度抢边边角角的空是最主要的。后了之后你已经不要需要再走了，只赶快收控。是。你拼命抢控就是最对了。现在在这儿又忙活了一下，那在他后的地方走了，我认为不如走脚。但是现在还应该说棋局没有说一定就分输胜负还没有。是，还要看后面的。对，那么黑棋尖顶的时候，其实普通的思路白棋就是在这一带定型。定型。对，但实战白棋靠了进去。这个厉害。看来觉得像后的地方啊，他想要出手了。对，要利用这个后势。对，是不是这个？普通应该是这个，我觉得这个就这样的这个棋形，大家见的比较多的应该是这个。对，这个比较多。你要出手是这个。对，这样的话，黑棋主要就是两种选择。对，如果我爬下面的话，这里有冲，是吧？那眼见的我走这个的话，那我这个。断也是有可能的。对，就虽然我从这儿出来，但是我对着白棋的后势。对，这个我认为是真的是可以下。对，我的方向不是很理想。对，这个是可下的。我估计你可能是虎一个，就断了虎，这种下法。但是呢，这个棋至少是有这个手段的，随时要小心的。对。但是他出手这个是不是？哎呀，这个申真旭这个是不是能奏效？好像。这个棋现在啊出手有点早。普通可能这一类的走走啊，更加实惠。对，这种更加实惠。现在如果除非你这一下子能够得手，那我们看看这他的手段是这样。对，搬这个白黑棋连搬不行吗？这样粘上，对，白棋应该要粘。如果粘，我一爬，那这白棋还可以长一，长，长不到。如果你长，对，我这一般，对我差点就是一个随手，这个不就，这样就完了，这不就死了吗？这我不行，那也就是说我不能长这个，不能长的话，就这个时候我必须要先联络。联络，那我就这个吧。对，那这样的话，虽然我不会死，但是我们可以看到。黑棋外面
就是铁后的一个形状。这个白旗就完了吧？嗯，这个旗就飘在上面了。对，这个白旗，这个吃这点那我没啥意思。嗯，这个旗就我认为就败了，白旗就败了。是，这到处都是薄，是你只是这一点点而已。对，那个都跟大局无关。嗯，你这个后啊都不发挥了，这样就完了。对，哎，那这样的话白棋怎么办呢？白棋连扳，我怎么觉得黑棋不是就黑棋连扳？嗯，连扳他如果吃这个，嗯，那个不行，只吃这个咋吃？但是这样黑棋就哎对，这不是活了吗？那白棋走到什么了？这铁活嘛，铁活，而且下一步还有冲啊什么等等的，对，这种利用。没啥意思，这个棋黑白棋这个看来不成功。嗯，那好像刘老的这个连扳非常犀利，这个连扳应该是一个好棋。连扳就白棋就败了，就没有机会。对，嗯，如果在这两个图里对比，可能白棋只有占这个，但是刚刚这个被黑棋穿过来，白棋一下子变成残子，白棋肯定也是不行。白棋不行，嗯，我就这么简单的爬一个，好像他没有回旋，没有。有利的应对手段，对我尝不到这一下非常痛苦。对，尝我一扳就死了嘛，是吧？哎，是，所以这个时候连扳好像是一个很不错的机会啊。嗯，对。嗯，但实战黑棋没有。柯洁可能啊，嗯，我想他对局当中也许认为对方有备而来啊，就没有把这个简单的仔细想。嗯，是。有时候啊，一个高手段的一种心态啊，他认为。那么简单的，难道对方不会吗？是，有时就不用想了。对，省得自己的算路，省得自己的时间。对，这个可能是这样，他就没有往那儿去想。嗯，所以错过了这个连扳的简明机会。是，像刚刚刘老师摆那个图，应该说这盘棋就非常的简明了，就黑棋明显优势。优势，嗯，对，我认为是黑棋优势。对，实战是这样顶。对，立一个先生。立啊，这个是必然的。对。粘上，一起搬。搬一个也是一个好手段，因为你现在走这个，我这一吃你就死掉了。哦。这黑快白，黑棋能杀白棋。嗯。如果你只是这个，他也会走这个。嗯。这样的话你还断。哎，对。嗯。是，这样就是白棋虽然说局部可以吃掉黑棋，哎，这个棋也可能他走这个啊，对，这样可以让尾巴掉了。对，走这个，对，走这个，对，也可能是这样啊，走这个，对，这样，哎，这样我们看就是吃这个，黑棋五气，白棋这个子就这三个不要的情况下才能吃。你走这个，我这一吃你接不住了，是吧？对，你敢一接我一紧气你就死了。是，哎，这样的话黑棋还行，也可以，他把这个主要吃掉，对，黑棋很好。是，但是还有你看都不如刚才那个连扳。对，因为刚刚刘二摆那个我才吃到这儿，我还没把这个断下来。对，所以说就是黑棋错过了一个机会。对，但是尽管如此呢，现在扳也是一步好棋，因为如果他直接补的话，这边白棋的棋形会比较好。或者白棋就算长一个，长一个，长一个，那扳一个还是好棋，便宜的，这个应该黑棋应该扳。对，那白棋就粘。他是粘一个呢，是。只有这个选择，就防一下刘老这个断的这个手段。对，如果你现在再粘，对，那我这样。你看这个棋啊，它首先这两个都没交换，那气明显的都毫无疑问是黑气要白气要长了。对，这还有打吃的毛病。这白气希望走成这个形状，但是这还有打断，那跟那个差一手棋都不止。对，所以这个时候黑气必须要再粘回来。它粘回来，好。冲过来，对他们最后妥协成这样。这样的话，黑棋当然不如刚才的连扳，但是呢，黑棋相应的话，应该说白棋也没便宜什么，因为你这儿多了一颗子，也还黑棋也能接受，也能接受，全局来说形势还能接受，对，就白棋的这个犀利的这一碰，好像效果上还是没有明显的收获，出手的时机，欠佳，对，出手的时机啊，他在那个地方出手啊，可能早了。刚才你看我们那个点一个，或者在正面走，那都是比这个效果要好。现在呢，你除非把他黑棋吃掉，或者攻得特别让他很惨，但是现在不，柯洁说不见得，现在你没那么惨。
对，因为黑漆这一般，你看是个形状，这一般这要断，你这个里面不活呀。嗯，那我只能粘。哎，对你没有别的，你尝我这一断就死了，是吧？是，只能粘，只能粘。你看我这个地方啊，再一爆吃。这个地方我的眼位啊，还可以。嗯，眼位还可以。对，这个时候打吃也是一招棋。嗯，但是呢，这时候也有别的选择。嗯，比如说，嗯，在这个地方走走啊，就步调下的快一点。对，嗯，这个棋呢，走在这里呢，也是一个方向。嗯，是吧？你或者怎么个，就是说你形状上会好得多。嗯、那么。这个时候，这中间呢，现在是一个关键的地方。那么下面黑棋该怎么选择啊？我们到时候来休息一下，看看这个让大家来品品味儿，好吧？嗯，对，对，大家会怎么选择呢？我们待会儿来看。好的。欢迎回来。好，那现在为您讲解的呢是柯洁九段对阵申真谞九段的棋局。那么这两位棋手其实他们年纪不大，但是现在在这个中韩棋坛应该都是说最顶尖的存在了。是的，柯洁呢、一直我们都说他是代表人物了。对，申真谞现在他们排到朴内桓之后、第二、第二位，但是他现在气势可嘉，因为年轻啊，对，是吧？嗯。现在他国际大赛也战绩不俗吧？对，他之前是有一度有一个18连胜，非常的厉害。哦，这个是厉害，特别厉害。18连胜，在各种比赛的18连胜，这个也是一个记录吧？啊，是。然后是被他自己的这个队友吧，算是被朴廷桓在这个天府杯的这个 A 组决、B 组决赛的时候终结了。啊，终结。嗯，但18连胜了不得。对，但而且被终结之后呢，他马上回国又继续连胜。哦。所以说他今年的状态还是非常的好。所以这个不可。嗯。这个对于他不能轻视啊。是的。这个他跟柯洁这盘棋，所以柯洁跟他那不是说明显占上风。嗯。从这个成绩来说。其实一点都不能马虎不能沾说一定比他强的，因为柯洁现在等级分也要吃紧啊，是吧？嗯，这个排名啊都不是说那个稳第一啊，没有那样了。对，所以现在都是后面的脚步声啊很紧的、啊。对，后面的追赶，应该说柯洁现在也要继续多多加油，才能保住自己这样一个第一人的位置。因为我们对他期望值不同，对，是吧？嗯，不像过去了，现在柯洁名气这么大，代表人物，每次比赛都是点名要他，对，那就不一样了。所以呢，他这个就是，所以他成绩现在的确需要，这个抓紧一点，嗯。行，现在这盘棋啊，走到这个时候，两个人走到这个时候也是个关键的，风水岭，主要是黑棋这一块棋啊，只要处理好，把它活得比较痛快、安全，然后呢，整个形势应该说黑棋还是不错，因为这个白棋前面这个后势啊，走得慢了一点，但是黑棋落空捞了不少，现在黑棋他柯洁黑棋啊，他走的什么？他选择的是吃这个，但是这个也可以考虑这一类的走啊，这一类的走步调快一点，只要你眼位差不多，就别回头，这个眼位很多，只要他现在出头，现在他在往外出头，眼位还可以慢点考虑啊。嗯，他走这个，下一步黑棋，因为白棋这么厚了，他就来狠的了，他点一个，他要破你眼，是吧？对，点在这儿。嗯。嗯，这样的话黑棋是跳了一个，对，跳这个也是选择也很凶啊，我觉得很凶，因为我们看现在厚薄来讲的话，应该这边会比较厚一点，所以可能是从这边出头，应该是一个更常见的思路。思路应该说什么呢？应该感觉都是这一类的，或者这一类的，他比如说往前走，他。赶快马眼吧，就这一类的，是这一类差不多，或者这个哈，他是走的这个，对，好，他还往里走，那么白棋是跳一个，跳这个，对，跳这个，对，跳这个呢，跟着走当然也可以了。现在呢，黑棋怎么处理啊？是一个需要动动脑筋的了，
黑漆当然你要是这么走呢，眼位也可以。眼位倒是这个眼基本上吃是吃不到，是吧？他是走的这个。对，跑出来。这个跑一个，他反正是这么有打吃，先试试你。你是看你走什么。你如果粘上呢，他可能他下法不一样，他是走的这个。白棋是出跟这个。当然这个棋不能再来了。再走的话，这个棋啊，这块棋要小心了。你这个中了，你要如果吃这个，后手把吃通，那块棋可真的危险了。对。你如果再去补那个，这个就损了。就可能就就被这几个就可能损进了。所以他先适应一个硬手。是个硬手。当白棋冲的时候，黑棋就转身了。黑棋走什么了？黑棋又飞出来。飞出来。他是试试你。然后这个棋黑要吃黑棋还是很难，对，因为眼见的黑棋的眼位还是比较多。对，那这个地方呢，刚刚刘老师讲了有一个冲出来的手段。对，所以白棋是虎住，补一个。补这个，我说从破眼的角度啊，这儿是肯定不行的，要吃这个啊。那你破眼就这个可能是眼位吧，破眼，对，破这个。破这个呢，可能是把他眼位会缩缩小，这补一个好像也挺老实的。这对黑棋来说，他算便宜了。对黑棋的压迫比较小。对，不如这个嘴，以后你再跑，如果我那吃通，你再跑，我就把这个粘上来或者提掉了，这个都算我把你吃进来了。对，他走这个。是。然后现在的话，又轮到黑棋来。对了，黑棋选择该怎么？当然他走了这个黑棋，该黑棋走的话，他应该来说他，做活应该是不是问题吧？对，我们的柯洁九段呢，显然也是这么认为的，所以他实战直接脱先了。走这个，又捞了一笔，又再捞一笔，捞了一笔。对，这个其实是那白棋。会不高兴的。对，挺狠的。他这个你在这儿忙了走了半天，让黑棋猛着捞，如果再吃不着你，那他心情就不对呀。让你来吃我。是。那我所以说我是要走这个，他就不可能再脱先了吧。对。他走这个。是。那这个白棋开那个地方看看能不能吃有什么招法。那刘老就现在这个局势是不是白棋就已经到了一定要吃的这样的一个地步？你被他又多了一手啊，这个棋本身特别大，本来你看白棋立我这有跳，然后让他把这个给搬了，这个棋应该说是黑棋控多了，黑棋白棋再不没有作为的话，应该说是很危险。要有所作为才行。对。所以这个时候白棋应该是要挑最狠的下了。白棋看怎么什么了，他走这个了。这是逼迫他来吃他了。是吧，逼迫他吃他了。对。是吧，是的。对。如果不走这个啊，他这个有他的他这有眼位。你这个地方他假如这个啊，他走这个。对。对，走这个。对，这个地方还有断呢。他等于是可以看成这样。那他就你看多一个子了，他可能是搬你一个吧。对，搬一下。不，他也可能走这个。对。也可能走这个。还可以这么做。这一打断就不行了，你这还补这个。对啊，你可吃，我这一做不就俩眼了吗？对。已经完成了这个目标。这样就简单了。所以呢，这个地方必须让你走，他也黑棋有一个这个做活的手段。所以他。破眼。必须来。这个是逼坐梁山，其实这黑棋就是让你逼着你来吃我，知道你这个吃的概率很低，这个倒是一个好，不失为好手段。如果你现在去走这个，不走这个，走这个还不见得被他一立啊干啥，这个没有自信要赢，是，所以干脆把他走掉。好，实战他走这个，对，那这个要走这个了，是。哎呀，这个他就看他的本事吃了，白棋粘上，接了一个棍，就是说。我这俩眼儿在哪儿找？不够了，你现在眼位是局部眼位是不够。眼位，那这个是有一个眼，看见吗？这儿有个眼。但是这一个眼之后的话，这好像就是脱先也没第二个眼吧？对，这个地方白棋可以先不动，所以比如白棋走在外面之类的。这个就死了吧？这样我们看这个局部，黑棋只能想办法做这个眼，
但是如果贴的话，得有个打吃。嗯，这样你要护住这个眼。对，你这边一粘，对，又不存在气紧的话，局部眼位是不够的。已经，对你走这个才点进去，就是只有一颗眼，那么这个呢，就危险了。是吧？这危险，他不敢。对，所以粘的时候等于黑棋这几个字还不敢走、那个、先不能要，只能往外逃。嗯，往外逃。先在外面造出一个眼，如果造出一个眼，那么那个眼就行了。嗯，外面造出一个先手眼睛。是。嗯，飞。飞一个，哦，他这个飞，因为他觉得你没有断，我这个是先手，是吧？嗯、你如果这样，这样，我这一打，嗯，哎，我这眼位就够了。对你一长，我这一粘，看见吗？这一粘，这有断，嗯、这有眼，这个就没事了。是，所以现在我这个飞是好，比尖好。我这多出一个这个，这、嗯、这个等于先手，但是我不能马上卖了啊。嗯，是，对，等于就是现在，黑棋说你已经交换不到这一下。对了。嗯嗯，那白棋实际上是把这跑出来。哦，这个够厉害的。嗯，跑这个。对，破眼的同时也想再带着一点。他这个退呢，也算把你这两颗、啊、就给这个木也都给顺下来了。嗯，是吧？顺下来，然后黑棋腾挪。嗯，哎呀，这个棋我觉得白棋会难受。嗯，白棋难受，因为这个棋它有这个有气紧的，有利用啊。嗯，有利用它。对，白棋是搬这个。搬这个。嗯，好，看看那黑棋怎么腾挪这个棋。黑棋，感觉上黑棋的手段会有多，他要吃黑棋，黑棋只要不死即可。嗯，你如果你只吃这一个，当然不如这个木大，不如这一手都比那个木大。对、所以我这个先把大的抢了，让你中间来吃，我吃完了你这个木不对啊。嗯，你只要我大龙不死即可。是，他断一个。嗯，来，现在你用你这个断不了，它是气紧着呢。对，一打吃就没了、嗯。所以呢，你现在只能是走这个。嗯，因为你走还有那个呗，如果走这个。嗯，他可能，我觉得他可能就这样了啊，就算了，哎，就算了，对，嗯，哎，你，哎，对，这个，然后他就把这边补上，可能都不用补，这个子都清了，都不用补，然后往山空中一跳什么之类的，扬长而去了，哎，对，他在哪个地方走一个就行了，在随便中间走，这个他就只要往家连连就行了，随便那蹦一蹦就行了，嗯，所以他走什么了？白棋是单长，嗯，尽量给黑棋少一点借用。是，那么黑棋出头。出头，对。对，还是刚刚刘老师说的这个问题，这边白棋气紧，这边不存在断点。嗯，对你打吃，我还可粘这个，可粘哪个都行，是吧？是，这个没有用。对。好。飞这个。飞这个，对。嗯，那黑棋也是很清楚，一步一个脚印的往前。他马眼呢？嗯，坐眼。这个棋像，如果你真要吃它啊、这个棋要狠一点的话，你还可以这样啊，就这样，就这个我肯定想冲出来，哎，这样我就顺着走，嗯，哎，这种是一种狠的下法，嗯，对，这样呢我借用，有借用，这顶还先手，这样呢你的眼呢可能就压迫你就危险多了，危险系数多了，就是借力，嗯，哎，走，借力，你这个轻松的走啊，它反而黑棋好来马眼，嗯，是吧？对，那像刘老刚刚碰的话，如果我忍耐的话，那我就下巴不一样了，我有可能不这个了，也许我马上就这个，也有可能、一步到位，啊、就反正我便宜一下，我再说别的了，也有可能啊，是，就这一类的进攻方式啊，我就是说这种进攻的手段呢、我有可能会采用这种手段，嗯，也可能或者别的，你走这个，那我也可能这个。或者这个是吧、我在想，我先一步到位再说。这个呢，就稍微的温柔一点，他黑棋就慢慢给你走，你就威胁没那么大。是，但是刚刚刘老师说，就白棋对这块棋一定要有一个很严厉的收获，对，要强攻。对，但是如果就这样简单的走，好像没大收获，不容易实现。对，还不如这个大呢。你看，他这一下都比那个大，是吧？所以看上去现在白棋有点困难、那你就晚了一步，或者说他走这个时候他真怕他走这个，哦，有可能怕，哎，那就他就没下决心，这两个交换，那就黑棋总是高兴的， 对吧？黑棋冲，冲一个，挡住，白棋冲这个，哦，不是挡住啊，白棋冲、如果挡他可能是这个，
对，我估计黑棋就忍、这个，然后这个，嗯，没有，没有，黑棋再把这粘上，粘上，嗯，哇，他要的很，他吃这个，白棋吃了一下、这个，吃了这个，嗯，粘这个，先交换一下，嗯，好，粘上，粘上，对，嗯，好，对，然后白棋把这粘上。那这个这个要立了吧？黑棋就简明哦，简明把这个吃掉了。对，他把这下交换掉再补。对，这个是先手啊，可是、嗯、这个先手啊，那这样就活了。对，然后再补回来。嗯，那最多是这个留给他。是。嗯，这个留给他。你要是吃我黑棋的话，你只能这样。哎呦，那就吃不掉了。嗯、那就而且这个局部的眼位已经不好破了。这个就只能这么定型，他、嗯、最多是有以后有个这个跳。嗯，那关吃点籽儿。嗯，对。对，那么现在这个定型完了，黑棋从这个说的话，这个算成功了。嗯，他把大的一捞，你折腾半天没大收获，嗯、只是这个他就算了。嗯、总的来说的黑棋合算，嗯，黑棋还是合算了。嗯，是，柯洁这个下的不错，像他这一类的智孤啊，他我觉得还是有手段的。嗯、是，嗯嗯，反过来看，确实白棋的这个进攻在这个局部的下法上。不奏效，嗯，或者说他那个时候就应该强大的，对，就不要在这儿重复的去走这么多手，厚的地方不要再盲目不拼命的走了，嗯，哪儿大哪儿大就往哪儿走，厚的时候就千万别再那个什么了，再继续走，除非你一举击溃他，嗯，但是那个时候击溃他不容易，是，那个时候其实强这个时候那还局面早得很，嗯，局面早得很，但是那个时候他就想吃柯洁，那你想柯洁能随便吃的吗？就是，嗯、这个申申旭可能在国内吃习惯了啊啊、但是吃柯洁还是不行啊。对，这个棋吃了半天啥都没吃着，只忙得让黑棋抢的太多了。嗯，黑棋给他展示一下做活的这种技巧。嗯，现在那就在抢控了，只能转控了。对，是吧？白棋是先把这定型。哦，这么定型的，它不是跳的吗？其实这个跳一个不是、局部收官，哎、局部收官是这样的，嗯，这样，哎，对对对对对，这样、嗯，对，是这样，应该是这样的吧？哦，这个是比较多见啊，对，但是这个它后手是不，否则被这一顶打吃很大、嗯，他这样是可能想落得先手，我觉得啊，申申旭的。申申旭是想落先手，嗯，对，因为眼见的外面有一个断的哦，他想那个赶快落在那个地方是吧？对，他就是定型是吧？嗯，这样，定型，定型是好，那虎柱是吧？嗯嗯，这个定型了，对，那么白棋，然后白棋回到这个段，这面也很大，是是啊，那个段虽然这个子在碰过，最开始走这个，对，啊，那那个就更大了，哎、那边更大这么大呀。是吧？嗯，那白棋是把这断掉。嗯，这个只有十，这个十二、十三、十三四目吧。嗯，但是这个棋我怎么觉得不是特别这个，嗯，这个也不小啊。对，是吧？实战就走在这儿。这个不小、嗯，这个我觉得都不比那个大，这个比那个都大。是吧？我觉得要是我选的、嗯，我都愿意选这个。嗯，他走这个。那这么看下来，就是白棋这一串的收获是真的非常有限，非常有限。嗯，非常有限。你折腾半天只吃了一个十几目棋。对，然后刘老还说这个比这个大。我这儿两目棋绝对是比那个大。嗯，本身你这个力啊，就我远远不止这十几目，而瞄着这个呢，嗯、是就应该赶快立掉。这个柯洁抢的这个步调快，一下子这个局面呢，柯洁就一下子就这个占优了，我觉得。嗯。嗯，这个棋一走啊，你黑这个时候白棋如果再形势好了、嗯，那就跟棋理不符了。因为你看，你后上加厚，厚的地方不要去成吃木，嗯，厚的地方不要吃木。现在实际上它是后上再加厚，哎，对，应该说这盘棋我们现在看到棋盘面上，白棋所有的目数指望都在这块都在这边，都在后势里面的成的木。嗯、其实棋理上就以前都这么说，厚的里面是要拿来进攻的，不是拿来成控，嗯、对。现在我们看，再继续啊。嗯。现在黑棋抢了个大的，那么白棋走什么？搬这个。搬这个。嗯。好，白棋黑棋在抢控。走这个。搬这个呢，他是想以后这个长。瞄着一个。瞄着长，啊、对他走这个。啊。如果我走这边呢？那有可能这个，什么之类的，啊、有可能。
有可能。对，这我肯定是想出头的。出头，他给你什么？嗯，哎，对，出头是吧？嗯，这个棋，他如果这个，嗯，惹急了，哎，也有可能吧，也有可能性，嗯，也有可能。总之是一手挺大的一个。因为厚的地方，他给你哎很，他担心这个啊。对。啊，从这个姿态上看，黑棋现在对局面也比较自信。我觉得他可能对局面呢，他觉得不错了。嗯，是这样，他觉得形势还可以，所以他会补了一个。嗯，是，掌握节奏啊。嗯嗯，白棋冲。对，他冲，给了。嗯，给了。嗯，提掉是吧？提掉，对。给了这两个呢，他认为精华已尽，干脆就弃掉。嗯，然后搬粘。搬粘。走个实惠的，嗯，对，不错，嗯，这个这局棋就是让它中间后上加后，全部都是吃在中间的木，嗯，哎，是，然后白棋走这个，短，这个先手，嗯，然后收一个关子，哎，这是他的先手是吧？嗯，对，走住，走住，这样，但这个是个后手吧？嗯，后手，对，因为黑棋这边活的。很干净，然后这边的这个断点，这边断不了，软的。这如果走这一打吃，这也能吃回来。你这个只有这个是先手，那他打吃完了，粘住吃两个而已，是吧？对。那个不是最大，现在他可以脱先。黑棋赶紧点这个。这个大。嗯。这面又动手这个了，这个呢，不管怎么说，这个棋你如果这样，他往上这一走，这还，这有没有危险？这实在不行，这有个尖断，看见吗？这里有个尖断哦，嗯，要小心这个。对，白棋自身还有破绽，自身有破绽，自身也不安全。他黑棋这个倒是安全，这个还多出这通过这个打吃这儿有个眼位更加安全了，就已经铁活了。嗯，哎，然后呢，他走这个吧。对，啪，又捞一票。嗯，是，嗯，对，这样我们可以看到，就之前最开始白棋摆下的一个阵势，好像。全被黑棋成空。这一代白棋走着什么了？只是吃两个。嗯。那刚才呢？木本来就有这么多木，那么只见黑棋在不断的增木。嗯。那白棋这个地方，那这走了一个这个。嗯。木数真的是亏了。哦。嗯，亏了，明显亏了。嗯。嗯。然后他走什么？嗯，然后这样的话，白棋是。白棋现在方向，我认为没地方好走了。嗯，白棋 只是在中央走啊，空已经都不对了。嗯，这个深圳戏，我觉得这盘感觉啊，怎么没有柯洁这么发挥？不是，这就是那个传说中的那么。对，因为听他的战绩好像非常的厉害。战绩啊，非跟他的战绩不太相关。战绩非常厉害，他是18连胜啊，又是韩国第二啊。嗯。然后呢，我们的很多比赛，他现在都是前几名啊。对。天府是前啊，他现在等于就是百灵杯也进了四强，百灵杯进四强，还保留这个争取世界冠军的机会啊，对，还在，然后还有天府也在，对，对吧？对，然后自己在国内也拿了一个快棋赛的冠军，还有这个嘉德世杯的冠军，哇，这个都是很厉害，年轻有为，对对对，天府杯是不是就唯一的幸存者吗？还是哦，他、啊、还有朴廷桓，朴廷桓哦，朴廷桓，嗯，那么这个都是我们的强大对手，对，是吧？嗯，哎，那么实际上这个有些比赛他甚至要超过柯洁，嗯，对吧？就从今年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竞技状态来看，总的来说核算他比柯洁要、还要好于柯洁，嗯，但是这盘棋我觉得柯洁发挥，嗯，是柯洁明显的。这个一下子就限制了他的发展，你看直接让他给他中间的机会让他来吃，最后他就无，就是英雄无用武之地，嗯嗯，是是吧，这个棋现在下的这明显的黑棋的空多了，那后面我们看收官吧，对，看最后的收束，哎，收束怎么走的，白棋是，白棋在中间的走，嗯，白棋走了一个这个吧，走这个，然后黑棋跳这个，你看，这就是黑棋提前做活的好处。对，提前活，他那面就可以放心大胆的只收空了，哪儿有木往哪儿走呗。对，是吧？白棋冲，黑棋就顶做活。做活，那这个，这可以，这个呢？白棋是先，走别的，先挡了这个，挡这个。嗯，然后黑棋小尖。哦，因为你走这个，他粘上冲完了之后，你要破那个眼，他这回家有个回家，这一冲就回家了。嗯，你看这一冲就是回家的。对，这个地方要注意，已经联络。已经联络，所以呢，这个就没事，吃，几我能粘上。嗯，好，他走什么呢？挡住。挡住。
台阶，台阶，对，这样的话，因为黑棋渐渐的联络了嘛，白棋就收目。哦，这个也打，这个也打，嗯，这本来搬一个是先手，这搬一个非常大，对，然后黑棋也是一步一步的收，收，搬，搬，他可以搬这个进来了，对，打吃，打吃粘住，那没有，对，然后赶紧把这挡，哦，这个也很大，这个爬过也是有相当的目啊，对。非常大，对。然后因为中间这个地方有联络的嘛，黑棋就还是继续收，对。冲一个，我粘粘上，白棋长，对。这样就是正常收官了，也是在威胁，啊，挤了一下，挤一个，粘上，对。黑棋粘，粘，白棋粘，对。黑棋冲，冲一个，它粘住，是吧？然后做活，做活了，这样就等于是中间无后顾之忧，然后白棋搬一下，先手，然后打飞一个，是吧？收目，然后黑棋跳，再把中间的目给破掉，跳这个，然后白棋最后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假手筋吧，算是，啊，他是走这个，对，然后白棋顶看上去是比较犀利的，哎，如果你走这个，他有个冲，是吧？是，他走的没有让你那个什么，对，但是黑棋只要唬住就可以了。唬住，因为白棋断，黑棋还可以粘在上面。一冲一打吃，这儿有个扑了，直接接不归，是吧？对。走成这样啊，应该说是，白棋一看这个手筋呢，不奏效，没成立。这样呢就控呢也不够了。到这个时候呢，他就实际上就最后到这儿他就认输了。这个控明显不够了。是。这个还是柯洁比较发挥的，对，应该说总的来看，好像黑棋没有明显的机会，白棋没有明显的机会，对，对，前面只是布局，可能某一个阶段他占的得分比较高，但实际上后来这一碰啊，后面就没什么机会了。对，所以在这个双方士气的这样的关键的一战当中呢，柯洁也是摆脱了今年的这个颓势，拿下了这样强大的一局。对，好，那么感谢刘老师的讲解，也感谢棋迷朋友们的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再见，再见。